8点半就起床了。然后你们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吗？今天是星期一。大家不要误会，我好像很期待上班一样。我本来今天申请了 work from home， 但后来发现今天傍晚有工作要出去 event， 而且其实我是一个在家里工作很容易会效率很低的人，我感觉大部分的时候我还是需要有人在我旁边，或是在一个就是比较工作的环境里面，我才会比较有效率，你知道吗？大家都知道我刚来香港的时候，我是在一个 co-working space 上班的嘛，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好，那我今天我又不去公司，但是我也不待在家里，我想要去一个就是 co-working space 上班，这样上网搜，忽然发现，怎么有一个很熟悉的地址？就我们发现，在我们公司的那一栋大楼里面，其实就有一个 co-working space。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我说我怎么2年3年了，我都不知道那边有一个 co-working space。想说今天去弄个 day pass， 然后去体验一下，就是好玩这样。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搞笑？我也觉得。那等一下呢，我要先去一趟邮局，因为我前两天收到了那个邮局的那个领取包裹通知卡，然后上面写急件。其实香港邮政有一个小坏处，就是如果他送件来的时候你人不在家的话，他就你一定要去邮局那边拿。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心很累的事情，因为邮局离我们家还蛮远的，但是没办法。我最近在用这个 Addict 的 Void Wood。 By the way， 我今天要去的 event 的 dress code 是白色跟粉红色，所以我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还有件粉红色的裙子，有过关吗？有吧。看一下这个 co-working space 的一个简单的 tour 好不好？剩下中午时间，这边是一个简单的像 living room area， 里面是 designated desk， 然后外面这边就是 hot desk， 真的是很漂亮的海景哇！然后这边有会议室可以租借，就是 pantry， 这边有一个咖啡机啦，然后下面有冰箱、饮水机啦，然后喝完的杯子就可以放在这里，他们会有阿姨来帮忙收。然后这个区域超漂亮的，是像一个古典的图书馆的感觉。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些沙发的 area， 大家可以坐在这边开会啊、聊天啊什么什么的。上来这边二楼也有一个可以开会聊天的一个地方，一个沙发区。对面也是一些 designated office， 然后这里就是一样是自由可以使用的空间。然后这个呢，关上门之后，这边整个超级静音哎。我以后好像时不时可以上来这边工作一下。到底为什么自己有 office 不用用来用 co-working space？ 我们台湾的 office 也有像这样子的设计，就是一格一格小小的。如果你需要接像视讯会议或是比较 private 的 call， 就可以进去那边这样。他们除了有月租之外，我是看上他们有就是半天或一天的 pass。那因为我今天东西蛮多的，所以我就买了 whole day pass。我今天的 full day pass 是250，然后可以用9个小时，从早上9点到6点。对，会来这里真的也是一个心血来潮。既然我钱都花了，我要好好利用这里的设施。来给自己弄一杯咖啡先。Latte。好，我找到了一间就是有海景的会议室，是不是很漂亮？我现在看出去的这个 view 真的是。前阵子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才发现，我们两个已经很久没有去逛什么
名牌店，或者是没有出门逛街了。我觉得最主要是我已经过了那种我看到什么都想买，出什么新品我都想买的那个时期。那当然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我觉得我现在对于我想要的东西，或是我的需求是比较 specific 的。但有个问题呢，就是有时候我想要的东西或是款式、颜色在香港是找不到的。跟大家推荐一个海外的代购平台，就是 HKTV 旗下的 Everest， 它在30个国家或地区有超过5000个实名认证过的代购专员，就可以在全世界各地帮你搜罗到你想要的，不管是包包啦、美妆啊、零食啊、玩具啊，甚至如果你要去旅游的话，它还可以帮你预订餐厅或者一些工作坊，甚至可以帮你制造惊喜。现在的服务都已经这么全面了吗？Everest 跟其他的代购平台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他们的代购专员全部都是要经过实名认证。买东西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跟专员就是 live 连线，或是可以在群组里面直接沟通到底要买什么。除了沟通更顺利之外，也可以增加买卖双方的保障。平台上面也有免费报价的功能，所以你可以收集不同的报价之后再自己做比价。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Everest 背后是有一个叫 HKT 那棵参天大树在，所以在服务跟品质上面都比较有公信力，而且买东西都会有专人跟进。使用方法也真的很简单，只要去 Everest 的首页，然后到他们的报价页面，只要输入你的国家啊、地区跟你想要的东西，你就开始收到很多报价专员给你的报价。现在3月还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只要买满3000块就可以减150，满10000块可以减850，然后满30000块可以直接现减2000块。我会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然后如果你没有兴趣，然后下单的话，结账的时候输入我的 promo code EVERCYN 就可以再拿港币20块的产品折扣，所以大概就这样子分享完毕，开心。I've been waiting far too long for some good to come my way. It's always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 but I won't let it get me down. Cause I'm still here and I know this year some good's gonna come around. Somewhere the sun is shining. Somewhere the day is new. 一日 co-working space 体验成功，我现在回到我真正的 office 了。我真的觉得我好荒唐，我怎么办？因为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弄很久的头发，就一出门呢，进来个，快点快点快点！请问你有剪你的头发吗？没有。可是你有剪你的头发、啊？我有夹。有夹，可是它好像怎样？看不出来。香港的春天真的不得了。去到医院之前，它可以恢复比较蓬松的一个状态。希望我是你的。佢今日升咗咧，系早上。呢个系全，呢个系全身早身。我今日嚟嘅是 Rachel 的一份。系啦 ，Poo PP 个 IP， 系啦，咁样就。我觉得呢个系最靓噶。因为你知道现在有一种灵感在我的脑海里面哦，人转派大家猜哪一个是我画的？很明显吧，比较漂亮那个，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罐香水，我就这样把它送给你了。 Oh my gosh、现在时间是早上7:30，全副武装准备要出门了，然后大家猜我今天要去哪里？没错，我等一下要去迪士尼，因为今天有工作要去那边陪拍摄，但是我们的 call time 是8:45，然后因为我们今天还要补录东西，所以呢，我等一下先去公司把我的这些麦克风啊、相机啊、脚架啊先带到公司去，然后再赶去迪士尼。对，其实我现在时间已经非常赶了，我觉得我有可能会迟到。Oh, my friends don't care about everything as long as you got a story to bring. We'll take you along, take you along, take you along to some other places. We try towards the other horizon, maybe to spend a couple hundred till we run out, till we run out, till we run out. Till we run out.强迫你的部分，你是女生的好朋友 ，OK OK， 好朋友的部分。应该我的 creator 的那个 character 是这个，什么 ？Anime 小姐。啊，我的是 Stella Lu， 可是她穿的是什么 ？4K， I love 4K。好，我跟你说，我必须承认，我到昨天晚上还在抱怨说今天为什么要这么早起床。现在开心吗？现在还蛮开心的。
I can't even get to work straight. I stagger in the old town. One day I'm gonna break my teeth. 他刚刚问他说，他们俩是一样的吗？他们哪里长得一样？他们除了都是雪人之外，原来他以前是啥？要看。Baby shouldn't laugh like that just because I'm here. 我们开赢的人带好剪刀石头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有台啊准备在清棍啊什么价太愉快的一天哇近排就结束了啦大家下次迪士尼再见你很快进入节目的模式哎，我依扮迪士尼嘅舞台剧嗰个主持人。Hello， 大家好，我系咪咪啊，好欢迎大家嚟到迪士尼。我哋今日一定要玩得开心，多谢。今天只有我们三个人来上班，所以为了要庆祝我们三个人星期五还这么辛苦的来上班，我们点了肥仔水，哈哈哈。因为今天星期五，所以。全部都是空的，哇！但好方便哦，哎呀，好大个咯，哇，好正哦，耶！星期五，耶！哎呀，这台的那个拍起来皮肤都看起来很不错，你看，哦，红到红到，哦，我不行。真的我会做节目效果，很棒。就是以后我们面试的话，都要先测试一下你会不会做节目效果，会才能够入职。对 ，JD 的 Apple 粉他们。好，造谣造谣。大家新品啊！哦，还有因为今天只有三个人，所以请大家喝饮料。好呀。先跟大家前情提要一下，就是这一周我过得。不能说到非常幸福，甚至是有点痛苦。基本上这几天回到家，好像也没有什么就享受自我的时间。然后呢，我就发现不知不觉中，这个礼拜我拥有了一种超能力，就是可以瞬间把我家变得非常非常的乱，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我有点受不了了，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整理家里，给大家看一下有多乱好了。这包裹啦，然后要回收的。然后更多的包裹啦，喝完的东西啦，没喝完的东西啦，还没有丢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还有不知道为何会出现在这里的东西，然后乱乱乱乱乱乱乱，我甚至已经不知道怎么吐槽我自己了。那天晚上我有个目标，就是要把家里整理好，我没有办法忍受这一切，会让我的心情变得非常的烦躁。但在这前，我要先来吃饭，因为。我的肚子快要饿死了，你吃饱了才有力气怎样做事，对不对？吃饱了才能够好好的思考，吃饱了才能够好好的整理家里。对，我今天要来吃懒人料理，你们之前也看过了啦，就是这个茶泡饭，我在 Dunkin 买的，然后我成功的烧到我们的同事也去 Dunkin 找了他。我之前就直接用白饭来泡它变茶泡饭嘛，但是我今天升级了，各位，我升级成什么呢？哇，玉鸡。我本来想买鲑鱼的，但它现场没有剩太多口味，所以我买了这个明太子。我都很喜欢吃明太子，但是比起那个虾跟蟹来说，我觉得明太子还稍微 OK 一点。哇，好好吃哦！嗯 ，nice， 哇，好好吃哦！然后刚买了这个马格里，
줄 수 있겠니 넌 오직 상처만 받고 있었지 미안해 baby 네가 없는 현실 너무나도 비참해 There's no one 너 같은 너만 고통받고 있는 게 아니야 나도 아파 yeah baby baby I owe you means I love you and nothing else will do baby I owe you oh yes I do an explanation baby yeah